淞沪会战、武汉会战、长沙会战，在这些重大战役中，梁冬将军都立下了赫赫战功。这么厉害啊！这次我和梁冬将军来上海，与诸位共商大计。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在抗战的最后一刻，大家的贡献才是最重要的。只要大家对你们所辖地区的稳定做出贡献，我们将既往不咎。周凤海给我的是政协送的礼物。这是政协挺会送礼的吗？石正宪能想出给校长母亲祭拜的方法，就证明他想跟我们和谈。石正宪一直用那个日本电台跟我联系，我就假戏真做的跟他玩玩，挺好的。假和谈？谈判的条件是让他配合我们，把冈村宁次的汽车库弹药库给端了。你不是让我给他发过一份电报吗？和平与刺杀轰炸不能并存，啊？这就是你说的釜底抽薪，你可真行。待会儿我就在这儿会会他。我能见见他吗？不能。等我把轰炸、刺杀的问题都彻底解决了，你再见他。安全第一。范局长，啊，有几位朋友想和您认识一下。走。石正信祭拜蒋介石母亲表达的态度，让梁冬非常吃惊。他代表的日本势力明显伸出了橄榄枝。曾光熙已经明确了石正信就是那个和谈的人，证实了梁冬对石正信阴谋的判断。但曾光熙的假和谈就是自己一直苦苦探究的真相。石正信就要出现在这里，真相就在眼前。宋女士推行新生活运动啊，你们这打麻将可不是新生活运动啊。你呀，太调皮了，真是的。来，给你们介绍一下。好，来了。这个是我表妹朱丽丽。小杨，你好。你好，我们刚从楼下路过，就上来看看。隆重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个是我表妹夫赵恒轩，在政府部门工作。这个是小杨。梁将军的太太。对对对，在下赵恒轩，是曾光熙局长的手下，咱们见过，只是没说过话。我看着是觉得有点面熟。那时候不早了，你们玩吧。别呀，小杨。哎呀，咱们刚玩到兴头上。真的太晚了。那不行，那你把钱拿着。别，这个大家玩嘛，你们玩，我就先走了啊，再见啊。小杨，再见。拿着钱。不用了，不用了。哎。小杨，让我妹夫送你吧。我送你，杨老师。丽丽，你跟他们玩会儿。丽丽，来接小杨的位置。我跟你说啊，他这手气可好了。是吗？你看，你们见过这样的牌搭子吗？连钱都不要。来，接着玩吧。谢谢你这么晚送我回来。不足挂齿，梁将军的家事也是我分内之事嘛。您早点休息。谢谢啊。
师。小护士，孩子们都睡了。啊，你今天咋回来的这么晚啊？我和同事有点事儿，你快去睡吧。哎。冈村宁次的玉碎行动，何应钦指挥的湘西会战，会不会都是假打真和、以打促和的把戏？想到这里，梁桐突然冒出了冷汗。难道自己被排除出湘西会战，是有人在故意为之？曾光熙实际上是假戏真唱。刚从曾光熙的嘴里得知前来参与秘密和谈的是石正信的时候，梁桐便已经做好了预案，现在是行动的时候。可就在这一瞬间，梁桐犹豫了，他突然觉得自己的决定不妥。以曾光熙的经验，他是不会相信自己在这个时候出现在会议室的，无论任何理由。可他又急于想知道曾光熙和石正信会晤的内幕，只能赌一把了。这时他想到了一个人。卓然，我肩章上的军衔不见了，你去帮我找一下，有可能是掉在会议室了，或者是走廊的什么地方。你如果找到，帮我拿过来。我们终于盼来了曾局长，虽然没有谋面，但是我们已经开始合作了。拜祭蒋委员长母亲，蒋委员长很欣慰，蒋委员长对此表示感谢，这是一份很好的礼物。蒋委员长已经感到了石正信阁下的诚意。梁桐将军也来了上海吗？阁下的情报很准确。于大哥，这么晚还没休息啊？啊，梁将军的东西丢了，让我来帮他找找。哎，曾局长和周市长还在开会呢。我不知道他们俩在开会吗？哎，于大哥，什么事？啊，局长，梁将军的东西掉了，让我来帮他找一下。出去。啊，是。杨将军如果知道了核弹的事情，对我们会是一个灾难。作为一个主将派，他会怎么做？核弹如果不是秘密，基本上不会成功。一个公开的不成功的核弹，对那边的士气就是致命的打击。最好封住梁桐将军的嘴。
就是对双方和谈最好的保护。梁将军在加勒俄的做过的事情，我至今还历历在目。是吗？那你还记不记得我给你发的一份电报？刺杀梁通将军，轰炸重庆，想对蒋委员长下手，这是你们的和平诚意吗？嗯，这是我们必须先解决的问题。和谈可以，但是必须尊重游戏规则。我们希望达成双方都满意的结果，否则我们会立刻终止和谈。梁东将军此次前来，就是要解决港苏宁次的轰炸问题，还需要石正金阁下的密切配合，这是我们的前提。这是委员长让我带来的亲笔委托书，委托廖斌先生为重庆政府全权和谈代表，这是正式的委托。廖斌先生将作为特使出使日本东京。下面就要看石正信阁下您的了。我可以保护日本在重庆的电台作为我们沟通的桥梁。谢谢。利用和谈将会泄露利用两国的实策，不是吗？会议室的门口，我放着。那将军您早点休息。爷爷，余守仁会听到什么内幕？这个和鬼子有着深仇大恨的余守仁绝对不会同意和谈，这是每一个普通中国人的立场。梁通思考着用什么办法打开和余守仁之间的隔膜。梁通相信和余守仁肯定有着共同的想法。什么放不下？如果我没猜错的话，都是一个父子闹的。建功，其实想明白了，这都一样。我不也是作战部次长吗？那次的也是副的。
我就是为了这个找你来。你知道梁桐最近在干什么吗？蒋先生让梁桐编制战后国军驻防计划。是吗？战后接收各派实力可能会发生变化，谁的实力强，位置就可能不同，挣的负的也就不一样。我和李宗仁长官商量了，也想让你出个方案。我们拿一套我们的方案，到时候大家可以比一比，可以讲讲道理。总不能让中央军占尽便宜，我们老被排挤吧？那这件事情啊，就偏劳你喽。这是我应该做的。好，我等着你的好消息。白长官，还有早餐了。好，拿过来吧。梁将军，早啊。早。曾局长和周师长都嘱咐过我，让我别叫您，让您睡个好觉。曾局长呢？啊，他和周师长一起出去了，晚点回来。走，将军，咱们先去二楼吃早餐去。不用了，我们两个人一块儿到外面吃点早餐。哎，将军，这您要出去的话，您这安保工作，有你在，我还怕什么？走吧。将军，哎。黄门村的材料，昨天晚上我已经安排好几个镇在场。由于年代久远，得需要一些时间。战后，共产党就是我们的头号敌人，这里的资料要好好整理一下。好的，借着这次查王木森材料的机会，我让他们好好整理整理。查的怎么样了？这十来年的资料都在这儿了，翻了个底朝天，没有什么发现。继续查，没有结果别停下来。是。张局长，有了结果我立刻通知您。报告，梁将军出了76号。准备好了，绕回去和他平行。加速，下一个路口等他。刚才可真是危险啊！哎，将军，您是不是早就把这些都想好了？饿了吧？真有点饿了。我们呢，先去找找那两个车夫，把身上的钱赔给他们，再去吃早餐。行。こんな機会はもうないぞ。使えんやつらだ。後ろ。は、はい。
今天我得好好谢谢您，要不是您啊，我这条命可能都没了。是我连累了你，我擅自行动还坐了一黄包车，太容易成为目标了。人家说的哪是话呀？要不是您的话，我早就被那帮小鬼子杀了。别说这些了，坐下吃饭。将军，不行，现在我得向曾局长马上报一下咱们的位置。先吃饭，有什么事儿我替你兜着。行，刘将军，我坐下了。哨兵怎么说？哨兵看见梁将军和于守仁出去了，不知道去哪儿了。去附近的咖啡馆、餐厅找一找。报告。十分钟前，在斯科特路附近发生一桩枪杀，两个黄包车车夫被袭击，没有人员伤亡，估计是日本人干的。嗯，知道了。看来梁将军是安全的。于守仁这个成事不足的东西，你们几个立刻去事发地点仔细找，一定把梁松将军给我找到带回来。是啊，是。警察局那边有什么情况，立刻通报给我们，我和曾局长就在这等着。是。石正信现在在哪儿？我要立刻见到这个口是心非的兔崽子。哦，我去找他。你知道谁要杀我吗？就是我们昨天晚上见过的石正信。您知道？左九川就是石正信派到重庆的那个杀手。左九川这个王八蛋，我就知道他没安好心。昨晚我就听说他要对您下手，杀人灭口。他杀了我的兄长，国恨家仇，不共戴天。我们那个陈子正的弟子，不是恨小鬼子国仇家恨不共戴天，现在特训班的兄弟就剩我们了，只有我能替他们报仇。千万别给我机会，你有机会我一定杀了这个王八蛋。你现在要寻找机会，曾局长呢，在和他们假和谈，是想利用他，配合我们袭击他们的汽油库和弹药库，摧毁冈村宁次轰炸重庆的计划。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应该会有机会。行，梁将军，我都听您的。嗯。卓然，你知道我今天为什么要出来吗？我是怕呀，我稀里糊涂地加入了一场真和谈，那样的话，我就会成为一个汉奸，像汪精卫那样，千古罪人了。不可能，这绝不可能。您说，如果真的是要和谈的话，那我们陈家弟子不都白牺牲了吗？特训班的兄弟不都白死了吗？如果是真和谈，今天早上这些日本人对我下手，和谈势必会出现波折。梁将军，您这是拿命在赌。把你也搭上了，你也拿命在赌。将军，您都这样了，那我这条命又算什么呢？您放心吧，如果有人要和谈，我于守仁六亲不认，到时候我自然会有我的态度。这是委员长让我带来的亲笔委托书。对，梁将军，昨天我好像听他们提到，这蒋委员长有封委托信，信里好像是说让廖斌代表国家去谈判什么的，代表国民政府。嗯。梁将军，这时间差不多了。真得向曾局长汇报一下咱们的位置。那您先吃着，我下打电话去。好吧。哎，梁统赌赢了，蒋介石的亲笔手谕和谈不可能是假的，这个事实震撼了梁统，他不得不认真思考
和谈能够真正保证中国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吗？中国所处的地理位置是东北亚的核心，任何势力都不可能让中国处于中立，而中国也不可能中立，因为中国还不是一个能够和苏美抗衡的大国。和谈改变不了任何事实，中国人民浴血奋战的抗日战争以这种方式结束是每一个中国人都不会同意的。艾兰斯皮草行依然还在那里，这是罗浩斌两年前在上海专设的一个秘密联络点，看来这个联络点还在使用。这是梁桐到这里用餐的第二个目的，暂时与组织失去联系让他心急如焚，他必须把重庆方面对日秘密接触与和谈的事报告组织，再采取措施。Such a long time. 首先，我要为您调回外交部主持美国的事务，表示非常的高兴。How did you know that? 这个还没有公布呢。是啊，我也是刚刚才知道这个消息的。那我太幸运了，我是第一个知道的。是啊。非常感谢你在加尔各答对我们的支持。都一家人，一家人。施先生，请允许我正式表达一下我此刻的心情。很高兴再次见到您。在中国见面真好啊。我也是。米兰妮小姐对我们的帮助真不小啊。行，请坐。好。这就是那个举白旗的营长，就是个懦夫，就是他把奎叔给连累了。对，今天我派人办了这件事儿，这小子会在牢房里一直待到我们接收上海。你可帮了我大忙。对于叛徒，绝不能手下留情。曾局长，梁将军。这个石正信不承认刺杀和他有关系，这个王八蛋，他嘴硬就不是他了。梁将军，您还是不要任意行动。石正信明的肯定不敢动，暗的就真不好控制了。尤其是现在，危机关基本上被他掌握了。你就忍忍吧，等炸了港三元组的汽车库、弹药库。再找石正信算账。你们什么时候行动？今天晚上。我要参加。湘西会战都不让我参加，这么小的仗总得让我打吧？会说日语的我们需要，但是你啊，算了，太危险。我命大。你是陈部长交给我的宝贝疙瘩，又接了校长的重任，你要出什么意外，我连重庆都回不去了。我不会连累你的。梁将军，你和石正信合作就是和敌人并肩作战。跟苏联的谈判已经启动了，这是我们建国以来最大的一次外交活动，这关系到我们国家的命运，我们需要美国的支持。一旦苏联占领了中国东北，国府要接管的话，他们会不会放呢？在东北，国府的胜算几乎没有了。苏联人在东北是需要利益的。实话说，美国的原则是促成雅尔塔协议的执行。我个人的看法。
已经在华盛顿大声呼吁了，我是雅尔塔协议的反对派。反法西斯的战争结束后，我们的敌人是共产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现实。现在我们能做什么 ？For now, what will we do？ 请。石正信阁下，梁统将军。老对手了，梁统将军。我在伦敦和加尔哥的修得很惨。你派人杀死了我的兄弟，你也杀了我的兄弟，他死在异乡伦敦啊。左九川也付出了代价，我不希望成为你的对手，这样的对手太可怕。我很高兴我们成为并肩作战的人。这是我专门给你准备的 Made in Japan。你不怕我用这把枪打爆你的头吗？梁顿将军真有吗？万向剑，我先走一步。武器弹药到了，再手写一下。是。哎，把军服试一下。这个女人啊，叫何美惠。只是个背影，实在看不清楚。有点像。还有没有照片？照片呢，就这一张。这个女人啊，很神秘，几次我们连那个面都没见上，就莫名其妙的失踪了。就连这张照片，还是我们在追捕她的时候抓拍的。哎，文字资料倒有一些。她是什么人？是共产党中央特科行动队的人。顾孙章归了中统以后，一直要抓她。王木森就是追捕他的具体执行人。有一次差点就抓住了，可奇怪的是，从此以后这个叫何美惠的人就消失了。这是哪年的事儿？民国22年。真是太巧了。由于何美惠的失踪，这个案子从此就成了悬案。这份档案还有谁接触过？接触过这个档案的人全死了。我这真的不能再喝了。哎呦，浩斌兄，我总算把你给盼来了。哎呀，来来来，哎来来，先抱一下抱一下。来来来，喝杯酒，喝杯酒。我呀，还是给您先交差吧。
这是上次生意的红利，按照您的要求，全部换成了硬通货。哈哈，郝斌兄，做事老讲究了。来，干。嗯，坐。新四军的这批药品生意做得特别顺利，我发现军队的生意还是要好做很多啊。那当然，大炮一响，黄金万两啊！这个说法有点意思啊。这个乱世的生意有乱世生意的做法。我听说重庆来人到上海了，是不是要采购什么军备品啊？没有，我没听说。哎，我在来之前，在重庆听说是蒋委员长亲自派人来上海。以周市长跟重庆的关系，这么大的事儿，他不会不知道。他知道了，不就等于您也知道了吗？没听说采购的事儿啊。哎呀，郝斌兄，重庆方面采购的事儿能不告诉您吗？哎呀，这么些年来不都是咱们一起合作的吗？喝酒喝酒。人倒是有人来，可是啊，就是没听说采购的事儿。哎，我说郝斌兄，你这消息够灵通的呀，他们来那可是保密的事情。在我看来，做生意和做情报是一回事儿。那倒是。啊，就是他们来办别的事儿。哎，现在大家都在留后路啊。郝斌兄，放心，上海还是我们的上海。曾光熙曾局长来了，哎，你别忘了，军统的采购我们可是没少做呀。他要采购什么，会告诉我们的。嗯。哦，对了，和曾局长一起来的那个梁桐是军备厅的副厅长。军备厅？嗯。那可是一个采购大单的单位啊。那是。你认识梁厅长吗？我认识就好了。我要认识这个人的话，我的生意就做不完了。这样，我去找一下周市长，让他想想办法，帮我们拉上关系，我们重庆的生意就可以做大了。来，干！鬼娃子失去了联系，就意味着更需要帮助。罗浩斌接到了老方的指示，要立刻恢复和鬼娃子的联系，并告诉他鬼娃子已经到上海了。罗浩斌作为唯一的联络人，他同时也肩负着保护鬼娃子的任务。飞机没有汽油就飞不了了，对吧？飞机没有炸弹就是没用的东西，对吧？我要把刚才的汽油和弹药都要炸了，飞机就飞不上天。你说，你说。あれが今夜の目標です。倉庫は空港の東南角。
凌将軍、もう一度キヨンの作戦の確認をしましょう。今8時20分です。止まれ、降りさせろ。